大家好，我是全能天后蔡宗彦，非常开心我们的旅游 Vlog 非常非常久没有出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们都很期待。今天呢，就是我们接着要去小琉球两天一夜的行程。这次跟我去的呢，就是我的三个姐妹，非常的开心。我们都准备好了，然后现在我在等他们来，一起放行李，就开车去吃早餐，骑车坐船就到小琉球。连串我们两天一夜的行程非常慢，你一定要看到结束哦，不能离开哦，必须看下去 ，Go。大家好，我是全能天后蔡宗彦，好开心哦！我的身边呢，就是我的姐妹，一个是雅竹、雅珍，还有一个在车上，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了。那呢，我们今天要去小琉球两天一夜的行程，我们非常期待。这次小琉球的行程跟上一次排的比较不一样，非常的满档，太兴奋了。我们等一下先去骑车、坐船，就要前往小琉球喽 ，Go！穿包鞋要出去了，我是你们的教练哈，帮我注意一下哈。那么这个教练呢？好，下去。好。怎么称呼你？陈。我姓陈。啊，就。哦，好，陈帅哥，好。好好好。来帮我注意一下，我们讲先拉伸。来，我们讲一下，帮我注意一下哈，不要有凹面处跟那个凸面处了哈。对，好好好，可以了，注意一下，哈哈，来帮我注意一下哦，凹面处让它朝自己，凹面处让它朝自己，
我们去时装大厦朝下，我说我们拿错了左手换右手，把它换过来，就像吹油门一样吹哦，吹的是错的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去时装大厦朝下之后呢，这就是等一下，我们出去滑最舒服的方式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会伤到腰了哈，那真的没办法给你们去滑，像我都没办法给你朋友去滑，哎，没有啦。OK， 那我们吃太浅的话，会发现什么样的神仙呢？好强哦！吃太浅的话，你会呈现一个剥蛇的状态，哦，朝自己会呈现这样的状态呢？吃到饱会呈现一个切蛇的状态，切蛇的状态会滑不动，会呈现一个切蛇的状态会滑不动。天哪！你朝自己的话，它插滑才有那个阻力，你才会前进，懂吗？朝自己这样嘛。这样哦，好，这样，这样划龙舟这样嘛，对对对，好，来帮我记录一下，你要确定我们下去能够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帮我们乘船，哎，哈哈哈哈，天哪，就呈现这样激发，我要讲故事的哦，激发，天哪，这样划，如果也没太紧的话，也是会呈现一个很激发的划桨方式，我说我们与肩同宽，再宽一点，刚刚，好，好，精神，可以，来，你们要说好吗？好，吸收。往前行啊，风有点大哦，往前行。昨天我们有一组人客人被吹到上风岗，哈，我们直接去拉回来，我们自己快快累死的时候，我们要谨慎一点，好，就后退，我们快点加加了哈，我们很想出去，对不对？好 ，OK 了，来 ，OK， 帮我注意一下哈，你反桨，你推哪一边，你的方向就会转哪一边，推右边会转哪一边？右边。同手同脚。很强哎！太好笑了啊！这里后座在这里，等一下换镜子了，换了镜子了。慢脚 ，OK， 别坐下来，直接坐下来就好了。直接坐下来。直接坐下来啊！小心。坐下。好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坐下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上来看，我怎么翻车？怎么你们还慢的这么刺激了？太好笑了啦！我这个吃了。教练，你好辛苦哦！脚这么笨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全能天后蔡宗彦。然后呢，我们已经到琉球了。刚刚我们是去独木舟，独木舟的时候就是对
不小心呢，就两个人一起落进去海里，吃的喝了很多海水。但我们经过一番休息之后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江家。在独木舟，然后不小心翻了，然后有惊吓到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去跟管理妈拜拜，希望呢能够祈求管理妈帮助我们，保佑我们两天的行程呢都能够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圆满成功。不开放进入，只能在这边。那我们就在外面拜拜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全能天后蔡宗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小琉球的探索拉美。我们有四个人，所以四张票。现在就是已经到他的船的下面来，直接船开了就可以看一下海底的生物。我们等一下带大家看下去喽，开始喽！我记得开始呢，怎么？完了完了，哈哈，没救了！人家开始了，他睡着了。对呀、啊。刚刚从探索拉美结束，现在要来什么？海洋馆。对，大家都很累，因为跑了很多景点。海洋馆，等一下带大家看看吧。为什么不去找海洋馆？去找谁玩？找那个领养啊。口水，大家都怕。口水。哎，先生，为什么不找林洋玩？因为想睡觉。吃饭的是什么？吃 barbecue。
那就等我们 BBQ 完再下一个行程咯。赞哦赞哦赞哦，吃起来吃起来。小姐，你这台很帅呢，听说你都骑这台在全能天后。对啊，可以随访你一下是什么感觉吗？啊，你说在全能天后是什么感觉吗？就是你要随时都会听到一直啊，我是全能天后。哎，我觉得你怎么有天分呢？哎，有喝吗？没有，没有喝的。小姐，哎哎哎哎，这是裸冰呢。叫萌姐，你们在等谁啊？等人家来带我们去看夜间导览啊。啊，怎么会停在这种地方啊？这是一条路啊，你们两个在这里，然后抱抱搂搂，要融入当地的感觉。靠摇。哇，我们到最后就变成大家四分之一。对，不用不用，我已经放口袋了，谢谢。大口存二十五块，一千万存250万。哈哈哈哈
远，我知道你们刚刚在那边等有人比较久哈，不好意思。那各位，那等一下我们会去看晚上会开花的花圃。来，各位这边就有两朵了，好不好？叫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哦，他们是三月底到十二月初都会开花，它的巅峰期在暑假，所以其实你这样看放眼望去有没有？其实很多。